来看看李小鹏。漂亮！漂亮！李小鹏跳了一个最高目前最高难度的动作，毽子转体一把八，前手翻，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度。是。这是个难度价值7.2的动作，而且也是叫小鹏翻，李小鹏跳、嗯、在空中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他这个动作一定能完成好，因为他上马的角度和腾空的高度足以让他完成的非常出色。李小鹏要打的话可以打到16.7到16.8之间，看看怎么打，16.7到16.8。是，我刚才想说呢，这个分一定应该能够超过杨威。对，但因为他的那首先起平分就、高了0.4，对，就比他高，因为难度越高他完成的姿态就越难控制，所以比分相对会低一点，但是他毕竟难度价值在那儿。是啊，他如果正常应该是我估计打到16.7到16.8。好，我们看他的得分，16.7到16.8，对，跟我们的估计